2017年会现在继续开始，有请专业经理级 Francis Seal 同埋经理级 Kirk Kwong 为大家讲解网络行销方案嘅新产品、新计划、新机会。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系 Francis， 我系 Kirk。系今日好高兴咧，我哋系美安网络香港首证训练员其中两位。咁咧，我係加盟美安嘅時候咧，喺美安網上平台咧，我哋已經有好多不同嘅主修科目，包括有 TLS 健康生活模式、Motif 化妝品同埋 Web Center 網路中心。咁我咧自己就選咗 Web Center 網路中心做我主修嘅科目。點解咧？因為當時冇乜人揀。其實唔係，其實又因為網路中心咧有一個好完善嘅系統，佢可以帶領住同埋協助我完成每一個會談同埋銷售，唔單止。它背後還有1000的零售利潤是最吸引我的，那不單止在發展的同時，其實我還可以成功將這件事複製下去，包括好像我 Kirk 那樣，我夥伴 Kirk 那樣，他本身是一個專業的網頁設計師，他也是因為網路中心而啟動了他美安事業，不如我們聽聽他自己分享。是，麻煩 Francis。 是的，我本身是一個平面設計師，很多謝我的好朋友 Dolly 幾年前將美安這個事業嚟到介紹俾我啦。咁喺我團隊裏邊咧，我有位資深嘅夥伴 Kaiman 咧，佢有一次成功咧嚟到幫助我賣出一個網站喎。咁嗰次嘅網站咧，亦都係一個好高嘅零售利潤同埋呢個業績點數。於是咧就深深吸引我，咁就投入咗呢個網絡中心，成為我嘅主修科啦。冇錯。咁今日其實好多謝美安公司咧，俾我同阿強日喺度有個機會，同大家去為佢帶嚟新產品、新計劃，同埋仲有好多新嘅機會帶俾大家嘅。好啦，網路中心咧，其實咧佢係為大家咧去度身訂造咧一個度身訂造一個全方位嘅解決方案嚟嘅。我哋為客人咧可以帶嚟更大嘅利潤之餘咧，其實透過網路中心咧可以幫助每一位超連鎖店主點樣喺度好有效發展你哋嘅事業嘅。好啦，阿 Kirk 啊，我想問你今日其實你坐咩交通工具嚟到九展呢一度嘅？係啦，咁我屋企咧就喺將軍澳喎，咁咧就今朝咧一早啊過嚟排隊噶啦，咁所以咧我就坐的士過嚟嘅。咁啊 ，Francis， 你好似住得好遠喎。是啊，我住得真的很遠。如果呢，其實我自己本身揸車的，如果我不揸車呢，我要轉起碼三成的交通工具我才來到這裡。那我知道呢，今天我想問下在座有哪一位是坐地鐵來的，可不可以舉一舉手啊？哦，都很多喔。那坐巴士的呢？哇，都不少。坐的士的呢？坐的士，哇，都很多。咁但據我所知咧，有好多咧今日係透過喺美國、台灣同埋新加坡專程係坐飛機嚟呢度參加呢個會議。我哋俾啲熱烈嘅掌聲歡迎佢哋。哦，好嘢！好啦，你會睇咧有好多人咧想去到好多目的地，不同嘅目的地，但係佢哋透過好多不同嘅途徑去到嘅。係啦，其實所有大企業或者係中小企業咧，佢哋嘅目的地都係一樣嘅啫。咁就係話咧。希望可以增加呢個銷售啦，而減低嗰個開支嘅喎。咁佢哋點樣可以做得到咧？咁當然大企業係點啊？財雄勢大啦，係咪？佢可以有大量嘅資源咧嚟到做行銷嘅。咁佢亦都可以咧嚟到去組織一班 IT 嘅專業團隊啦，或者係一啲好專業嘅網頁嘅設計師嚟到去營運佢哋嘅過百萬嘅網站喎。咁我想問下啦，咁阿 Francis 啊，你平時如果有咩問題，你點樣揾答案嘅？梗係 Google 一下啦。冇錯啦，咁其實咧喺呢個網上搜尋引擎優化咧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呢啲商家咧都會投放好多嘅資源啦，嚟到去做呢個搜尋引擎優化啦，咁亦都會做埋呢個 Google 嘅關鍵字廣告。還有一些社交媒體啊，同埋一啲行銷活動咧，佢哋都係會擺咗好多嘅資源上邊嘅。咁但係問題又嚟咯，就話佢哋嘅挑戰咧係點啊？就話佢由於客人太多啦，佢哋冇可能做到係咩啊？一對一行銷喎。咁咧仲有好多本地嘅小商家咧，其實佢哋好想都增加好多銷售而減低佢哋嘅成本嘅。不過佢哋一個好處就係佢哋可以透過同客人建立一個好好嘅關係，做到一對一嘅服務。但係佢哋缺乏嘅係咩？錢。
佢哋冇大量嘅金錢同佢哋做好多好多嘅推廣，亦都唔可以好似一啲大企業咁去投放好多嘅錢，或者甚至乎做一個幾十個萬嘅網站幫佢哋推廣佢哋嘅事業嘅。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即係話咧，如果喺廿年前嚟講咧，啲老闆點樣做生意啊？係咧，阿 Kirk， 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咧，我都見過有好多好厚嘅黃頁咧，去俾人揾嘢。甚至乎咧，我亦都好似見過咧，有啲係上門，好似做一啲推廣。不過嗰陣時，我記得我都好細個，唔係好記得啲情況係點。係喎，你好似嗰陣時得幾歲啫，係咪？冇錯。係啦，咁我就好清楚記得啦。當時好多啲老闆咧，大部分都係點啊？透過開呢啲實體門市啦，嚟到去做銷售喎。咁亦都會透過當時好多人都會用嘅呢個黃頁分類做廣告啦。咁甚至係用一啲主流嘅媒體啊，譬如報紙啊、雜誌啊、電視啊、地鐵嘅廣告啊嚟到做宣傳，甚至會用埋口碑嘅。咁但係時至到今日呢個1997年咧，其實好多商家咧，佢都會用呢啲傳統嘅模式嚟到去做推廣，但係點啊？佢反而會放更多嘅資源咧，嚟到喺邊度啊？喺網站啦，或者佢會設計一個手機版嘅網站，同埋一個響應式嘅網頁設計嘅網站。咁佢亦都會好注重呢個搜尋引擎優化、社交媒體啊，甚至係透過一啲網誌啦，用一啲專家嘅作家嘅一啲推廣啊，嚟到吸引一啲讀者，甚至咧依家好多亦都會有咩啊呢個評論嘅網站喎，以至可以好多顧客用完一啲產品咧，亦都可以留言嘅喎，係啦。好啦，咁啊即係話咧，其實喺我哋網絡中心裏邊咧，提供俾所有客人咧係咩啊？係一個不單止有一個好專業嘅前台啦。咁樣後台嘅管理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亦都提過一個簡單啦、有效同埋冇障礙嘅一個網站。當然網站嘅後台亦都好容易管理啦，同埋我哋亦都提供好多社交媒體啊，甚至好可以自己編寫關鍵字喎。咁啊，亦都有更多嘅選項俾我哋嘅客人嚟到選擇嘅。好。咁網路中心咧，其實咧可以帶到俾好多老闆咧，佢哋進入呢個網路世界做推廣嘅。咁啊喺啱啱過去二月份咧，邁阿密美國年會裏面咧，我睇到咧網路中心咧公布咗有好多新嘅月費計劃。咁呢啲咧都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客人咧有效提升佢哋定期嘅升級啦，同埋好多特效嘅功能啦，甚至乎佢嘅網站裏面有好多活動嘅變化嘅。咁我哋睇下有啲咩月費嘅新嘅月費計劃，有156蚊每個月月費計劃啦，有更好嘅468蚊，仲有最好嘅1162蚊。點解最好呢？喺呢個月費計劃裏面咧，佢包咗10小時幫客人維護管理網站，幫一啲完全唔識網站嘅人解決咗好多嘅問題。咁呢幾個新嘅月費計劃咧，其實好有效幫客人維護佢哋管理佢哋嘅網站嘅。好啦，咁我相信咧，大家咧聽過咁耐咧。覺得網路中心咧呢個產品其實的而且確係應該幾難發展嘅，係咪咧？有冇人咁諗過咧？我相信有嘅。咁但係點解我哋值得去發展呢個環節咧？因為一個網站最保守估計嘅零售利潤係7800蚊，唔單止佢仲可以透過呢度咧，佢產生可以超過1000% 嘅零售利潤。去到依家，其實我揾唔到一個產品喺市場上可以超過1000% 零售利潤嘅。好啦，咁唔單止仲有數碼社交媒體產品每個月可以為我哋自動產生零售利潤同埋業績嘅。喺過去咧，網路中心舉辦咗一個網路中心積分競賽。喺呢個競賽裏面咧，去到依家現時為止，總共幫咗產生零售利潤超過150萬美元嘅。唔單止業績總共可以產生咗300450點嘅業績，去到現時為止，每個月仲可以為我哋帶嚟54000點嘅循環業績。大家想想網路中心可以創造咁大的零售利潤和業績，大家想想應不應該值得去做呢？沒錯，其實每一個人都是天才來的，但如果將他的身份或者他的特長擺放錯了，那就變成笨蛋了。所以為了公平起見，其實我們都會因應不同的客人的需要來到去提供一個有效的網上行銷的方案的。係啦，咁我哋網絡中心亦都提供俾大家咧，所有嘅超連鎖店主咧一個好好嘅學習嘅一個嘅教育嘅系統啦，包括我哋有網上嘅
研討會咧，包括每月咧，我哋網絡中心有一個嘅概論嘅課程啦，仲有我哋有一個持續進修同埋一啲競賽嘅教育嘅系統，更加會提供俾一啲客人咧嚟到教育佢哋點樣去做網上推廣嘅。喺訓練方面咧，我哋都有101課程啦、201課程啦，同埋喺 MeetOn 嘅呢個媒體嘅網站咧，有我哋網絡中心好多嘅資訊啦。咁加上咧，我哋有每年有兩次嘅 Red Warren 嘅競賽。咁喺我哋複製團隊方面咧，我哋有十二週行動嘅計劃。咁同埋咧，無論你係主修、副修網絡中心嚟講啦，我哋都可以嚟到去進修嘅。咁亦都喺未來嚟講咧，我哋都有一個專業人士計劃咧，可以招募一啲 IT 嘅人員咧，甚至係網頁設計師喎。係啦，其實阿 Kirk 啊，我成日聽到咧，都好多人都講話網路中心啊，好大嘅商機啊，好多商機。其實啲商機到底喺邊度咧？係啦，咁我想問啦，你知唔知全香港有幾多中小企業啊？咁你真係考起我咯，我真係知道。其實已經係超過咗32萬間呢個中小企嘅喎。咁即係話咧，其實佢哋70%咧都會擺放喺佢哋嘅資源咧，喺呢個數碼行銷方面嘅。喺全球嘅 B2B 市場嘅狀況咧，亦都係超過70%嘅喎。好啦，咁其實咁市場咁大，我哋可以為到我哋所有中小企業嚟到幫佢哋做到一個100% 需可以簡單有效嘅同埋行銷嘅方案。係。好啦，其實美啊網路中心咧好體貼咧。佢咧幫我哋咧做咗幾個評量表，包括有呢個企業支出評量表啦、網頁設計同埋管理評量表，甚至乎仲有數碼社交媒體個行銷評量表。咁呢個評量表有啲咩好處咧？當我哋面對客人嘅時候，其實我哋的而且確好難了解到客人想要啲咩。只要我哋揾啱個評量表俾佢哋填完之後，其實我哋好有效了解到客人需要啲咩。但往往好多時客人連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要啲咩，佢填完之後佢好清楚自己想要啲咩嘅啦。好啦。咁喺以下時段咧，我好想請我兩位夥伴咧，同大家分享佢點樣成功賣出網站嘅。我哋有請 Winnie Chan 同埋 Going Law。係啦，咁啊 Winnie， 咁啊我知道咧，你都一路以嚟都有參加網絡中心嘅活動啦，包括呢個 Web Warren 啦。咁啊，今季裏邊咧，你都係成功賣出咗兩個網站同埋一個行銷產品嘅。咁啊，請你同我哋大家分享一下啦。好啊，多謝阿卻。大家好，我係 Winnie。好。我本身咧係一個家庭主婦啦。喺我未認識美安之前咧，我向網站嘅知識近乎係零嘅。咁我好感謝公司咧有一個好完善嘅系統啦，同埋嘅培訓，加上仲有好多資深嘅夥伴可以協助我。我喺今季嘅 Web Volume 嘅競賽裏邊咧。到而家我已經賣咗兩個網站，兩個行銷嘅產品啦。咁而家我呢兩個網站咧，都係嚟自我推薦嘅夥伴商店。第一間就係Coffee Lover。咁 Coffee Lover 咧就係佢係一間嘅咖啡學校嚟嘅。咁我佢本身咧就係我哋傾佢入嚟做做夥伴商店嗰陣時咧，就發就同佢話佢本身自己有網站。咁佢網站咧，其實都係一舊式嘅網站嚟嘅。咁佢有冇後台嘅管理啦？咁經過我哋嘅一次嘅銷售會談同埋多次嘅跟進之後咧，咁佢就發現到原來佢有一個優化嘅網站，可以提升到佢嘅公司嘅形象啦，同埋大大減少咗佢未來嘅即係人力物力。咁下一個咧？咁下一個咧就係迷你倉啦。咁迷你倉咧就係本身佢自己都有網站嘅。佢初初咧就係同我哋想購買我哋嘅關鍵字嘅搜查啦，同埋喺 Facebook 做廣告。但係我哋發現佢個網站咧都係冇後台管理，同埋個關鍵字咧都係入唔到。所以我哋咧就話不如你做個優化啲嘅網站啦。結果個老細咧都好清楚明白有個優化網站可以令到佢第時咧長遠計可以減省咗好多 Google 上面嘅廣告。咁呢兩個網站咧為我帶嚟咗咧唔少嘅零售利潤啦，更加為咗我團隊咧增加咗好多 BV。好多謝公司。多謝 Vinny。好啊，咁 Going 咧其實咧加盟咗做超量商店，其實只不過幾個月時間咧，我哋聽下佢點樣可以成功賣到呢個網站。
Hello， 大家好，我係高 wing， 係啦，咁我係一個 model 啦，咁啊，好開心咧，咁啊係三四個月前左右啦，咁啊經過我嘅好朋友嘅介紹啦，咁啊進入咗 mayonshop.com 呢個平台嘅，咁啊咁啱咧，我有一位朋友咧，咁啊開咗一個健身院啦，咁就係熒幕嘅 EVO 啊 Fitness 啊，咁咧咁其實佢哋都想去好多嘅做一啲配合嘅宣傳啊推廣啊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就推介咗咧 shop.com 呢個web center 俾佢啦，咁其實咧佢哋亦都覺得，誒咁幾好喎，可以配合埋好多嘅宣傳啦，我哋嘅夥伴商店啦，一齊去配合，咁樣咁亦都好感恩啦，我誒依個嘅公司咧嘅團隊咧，咁其實好幫手啦，咁一個有好多嘅專業人才啦，好似阿 Kurt 啦，一個網頁嘅設計師啦，專業係啦，咁亦都係我哋公司嘅嗰個系統亦都配合啦，有24小時嘅支援服務，咁令到我可以係啦，咁咧今日咧亦都好高興咧呢個新做的網站咧，佢將會成為我哋夥伴商店。今天我哋都成功邀請咗呢位老闆嚟咧，去睇一睇呢個 shop.com 平台到底點樣可以帶動佢。咁我哋俾啲掌聲呢個阿輝，係啦，係啦。咁聽咗以上嘅資訊咧，大家都一定好想，多謝兩位擁有呢個網絡中心係咪啊？好啦，嚟緊咧想真正咧有效點樣發展呢個網路中心咧？喺5月27日千祈唔好錯過，有一個 All Star Training 係由我哋美安香港幾位嘅網路中心受證訓練員舉辦嘅101課程，時間係下午2點至3點鐘，大家可以後台咧嗰個 Google download 嗰個下載門票去登記嘅。係冇錯，如果你想擁有一個網路中心，好簡單嘅啫，即刻咧出到去售票處咧買下一次大會嘅3張飛咧，就會免費送一個價值2730元嘅網絡中心俾大家喎。咁喺呢度，不如我哋一齊挑戰大家攞下一次嘅網絡中心挑戰獎，好嘛？好，11月喺大會上台見，拜拜。